Sparky， Hello 天佑， Hello 九蛋， Hello 大家晚安，晚安呐、啊、，Hello， 嗨，我是高奈丽呀 ，Hello， 你好啊 ，Hello 燕子，谢谢天佑继续什么，继续加入我的粉丝团 ，Hello 人之习凡。Hello， 路过的鸽子，路过的鸽子，叫什么？Hello Jack， Hello 勋，嗨燕子，什么叫展开聊天区？哇哇，这个很棒哎！说莉亚是无口属性，哎，干嘛这样？可是她很可爱吧？她跟我超符合的，除了三无以外，其他都蛮符合。什么身高啊，然后对，你看我的画面很厉害耶，快点看，你把荧幕遮起来，不会看到，你就这样侧侧的看，你看很厉害耶，怎样？它现在可以放大，真的耶，好大、哦，嗨，给我走，哎，走开呀，走开，我名字萝莉，给我正太。你知道小迪的角色竟然比我的角色年纪还要小，但我觉得小的啦，哎，我觉得小迪的角色好可爱，可是我也蛮喜欢我的角色的，虽然我的角色有点凶，但是蛮可爱的。嗨，大家好啊 ！Hello 乙仆 ，Hello Patty。哎，干嘛这样子？你们可以叫我奈乐，因为就是。听说他的朋友都会叫他奈乐，就是他不是叫高奈利亚嘛，但是可以叫他奈乐，所以大家可以叫我奈乐。我要偷他的绰号，哈哈哈哈，不是奈热啦，喂，耐寒耐热，什么？胸给你看，没有，他不是那种正直的那种胸，他是完全面无表情，然后拿刀拿枪的那种，对，他真的会拿刀拿枪。你们到时候就知道，吓死我了！谢谢，等一下，可是我发现我把我的聊天室放大的话，礼物都跑很快。谢谢草莓酱的宝箱，谢谢大家的宝箱，不是耐热啦。啥耶？Hello 晨晨，什么？Hello 小耳朵 ，Hello 小叶。谢谢 Sparky 的带我去流浪，还有银宝箱，哎，不对，那是银宝箱开出来的。谢谢 Sparky， 今天很黄吗？那调个光，这样可以吗？这样没有鼻子，虽然我本来就没有鼻子，但是为什么我没有鼻子？嗯，那孩子很可爱，是谁？是我吧？不是你？什么啦？我在跟 Jack 讲话，你们有没有去看哪只米姐姐？其实我有点小害羞，哪只米姐姐这个称号，但是呢，没办法，就是，对，说的好像我有脾气，超呛的哎、欸，小心奈乐拿刀拿枪哦。有啊，姐姐，耶、yeah ，大家都做得很棒。啊，你超可爱的，都在看你，没在看姐姐，哈，啊，啥耶？哎，干嘛卡啦 ？Hello， 超强，Hello 小贤 ，Hello 樱桃猫，有耶！大家会跳了吗？面面竟然跟我说他说他那天在家里，然后看妈妈。不是看妈妈，看我的那个影片的时候，他妈妈在他旁边，然后就他看了好像两次吧，然后他妈妈就会唱那首歌了。我说哇，你妈妈好棒，面面妈妈棒棒。哎，没有要给你看妈妈好吗？
我跟他拿他就不臭狗，臭狗，哎，跟大家说 hello， 不是看妈妈了，宝宝有点女人味，我吗？有吗？真的吗？现在头发卷吗？我刚刚绑了小小的揪揪，然后想要它放下来卷卷，可是每次都卷的不是我想要的卷，但没关系，就这样吧。妈咪她卡住了、欸，我的音乐为什么要卡呢 ？Hello，Hello， 哇！饭水偶像他推小弟，好的，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好像。蛮多人知道的。接电，帮我卷，好啊，帮我卷。我的那个头发太长了，想看娃娃兵跳，想，快跳！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快点！拿芝米姐姐想看。Hello， 嗨，笑贤。Panda Mart， 他竟然可以买那个、欸，就是 OK 之类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蛮棒吧，好，很棒。Hello， 冯胜景，我还是把它缩小好，哦，好小哦，缩小就太小了吧。Hello， 黑哥，什么东东？可是附近没有鸽子可以让你。你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会有很多。对，不要去看鸽子，哪里有鸽子一直给你看。Hello，Hello Nick。Hello， 黑流星。看我脚下的落叶，你可以认真看我吗 ？Hello， 耶！yeah， 儿童节快乐，谢谢，儿童节快乐。哈，哦，太棒了！你填小宝吗？还是小海都可以啦，都是我，哈哈哈。谢谢加速的薰衣草，采购的对啊 ，Hello， 这是我的儿童节礼物，我妈咪丢了儿童节礼物给我，但他们都看到几块钱，他原价竟然要20块，我真的是傻眼。我们昨天去逛那个家乐福，然后我不是有遇到那个吗？巨无霸，你在干嘛？你又开始要咬被子了啊！走开呀！咦，张比比，儿童节不是？哦，我的儿童节礼物，好，有一部分是去朋友家玩 Switch， 算吗？谢谢我的朋友，儿童节快乐。然后我刚刚讲到哪？哦，我说我去家乐福，然后遇到那个嘛，巨无霸四重腿，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巧克力酱，我原来想把它装在那个四重腿的包包，可是里面装的满满的，好像不知道是新的还是放的，但是很厉害耶。我好想把那个带回家哦，小时候吃过，很棒吧？可是他竟然还要卖20块，这样子一条不是都十几块而已吗？在花莲的话十几块。少雪，你在这边都不会中大奖的啦！谢谢少雪的超傻眼猫咪。都没中，没关系。谢谢鸽子的薰衣草。我要打开了这个颜料，咖啡色的颜料。怎么吃？怎么吃？你要把它打开。我开了。怎么？
很空心哎，它里面很多空气哎，根本就是骗人的。原来是洋芋片，笑死！没有破了，哎，我在骂比比，吓死我了 ，Jack， 这怎么吃啦？用嘴巴。哦，哎，你干嘛拍日历啊，张比比？他压到啊。张比比，你不能吃这个啦。妈妈帮我调好了，我算了，放弃玩电脑。张碧萍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对啊，怎么那么空虚？对啊，我已经挤了半条，他才出来一点点。再吃甜，哎，不要乱 Q 好不好？孙雷先生，不好吃了，是咸的。对啊，很奇怪哎。好咸哦。走开啦！走开！台北的这个不好吃，大家要吃的话去花莲买。花莲的是那个不是这样子的，是长得有点像一个果冻的那种。谁叫你要乱 Q？ 为啥是咸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是巧克力，也不能给 baby 吃。Hello 阿 Kira，Hello 司马怀寒。路过的西兰鸽子吗？这可能不知道如何形容它，不好吃，还是前几口的关系。你再吃，不喜欢。好，我的儿童节礼物被嫌弃了。不好吃。我最近的早餐都是巧克力吐司、巧克力奶油吐司，很好吃。他们都在唱这首歌。先巧克力，对啊，空虚的礼物，对啊，剩半条，我根本就没吃几口，你看看，这个空虚感。张碧碧，你还是不能吃好吗？他原价竟然还要卖20块，谁要买？我好坏哦！这是谁送我的？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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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到底是什么歌啊？他们知道啊。哎，谢谢阿奇啦。谢谢阿奇送的这个。哦。啊、哦。跟张雨林小朋友约定了，在呢。杂货店。哦。复古食品真的吗？淡水老街吗？哪一天找口哈鲁出去玩？口哈鲁现在是我的旅行小伙伴，要去哪里就找他。不行，有人会哭，我换一下。什么的？哦，阿 K 跳的不是这个。你可以播我听得懂的歌吗？好，我播你听得懂的。什么？不是林杰了吗？林杰从来没有跟我出去玩过，好不好？有啦，有啦。有的时候，可是通常都不是林杰、啊，真的吗？你带你妈妈去淡水玩，我想去玩那个辣，那个手辣，手辣吗？我是不是爆料？没有啊，哎，博婷，
为什么你还没有放娃娃兵的那个贴图？你的名字上面。我妈妈小时候流行的抽糖果盒子。所以妹妹的时候确定改掉了？没有啊，没有改掉，就跟你讲没有改掉，只是我们本来是不会出去玩的。有我礼拜几礼拜五有陪他去买东西，礼拜五吗？对，礼拜五，昨天礼拜六哎，我昨天又没有出门。有我昨天有出门，我昨天去家乐福，对。Hello， 明晶，谢谢本完美子的小风筝，很臭哎、欸！张秘密把你的尿布垫清掉了。礼拜三看了很久的祖祖，不过你没被调走，变小猪太阳，帮你拍手。家乐福挺好逛，哎、欸，我跟你们说，我之前不是推荐给你们那个伊碧朗的洗手乳吗？我不是说很香吗？然后我就去买了伊碧朗的。沐浴乳啦，对、啊，沐浴乳。然后我在全身都是伊碧朗，都是那个味道，很香的。我刚洗好澡，很香哦。小文吗？不是身体乳，而且一定要在大间的家乐福买，因为比较便宜。明明臭臭，哪有啊？不是身体乳啦。他有没有出洗发精啊？不然很想买。而且我觉得伊碧朗的那个比较好用，是因为它弄起来就会滑滑的。婴儿味吗？是婴儿味吗？我也不知道。消毒水味？哪有？你哥哎、欸，傻眼哎、欸，九蛋。对啊，他有什么什么维他命 D 还是 E 的，就是好像蛮厉害的。哎、欸，才没有。然后，沐浴乳的话还可以推荐给你们，就是那个娇生的那个紫色的那一罐，都蛮好玩的。便利购有，可是便利购跟那个大间的家乐福差了将近20块。你这是臭狗，你要跟我吵架吗？是30元的折扣，我们可以点付潘达了。他真的30块，他会咬啊，他会咬啊，会咬到红红的。可是我觉得没有，就不会很痛。Hello 爹 ，Hello 游戏 Hero。可是不会回来。啊！你走开！你走开！别来这里了。
你看他不会回来啊！谢谢谁的心之怪？谢谢点的心之怪。不管是老对啊，他是。又疼摸皮，哎，没有好不好？很好摸啊，很可爱耶。你不要吵啦！凶什么？他凶我。丢给他就是他，对他不会还回来。而且他前几天还把我们被子咬烂，就咬了一个大洞。没有偷摸，对呀、啊。被你用弹幕，你爱当人吗？啊？干嘛这样？Hello， 那个嘛，哎呀，吵死了！刚被吵，对不起。弟弟画完你丢我捡，对，然后再变成你丢我捡。Hello， 坤坤，你好吵哦，对不起。我给大家看他的恶行恶状。冰，我要变魔法。滴不滴吧，滴滴不，是这样念吗？滴滴滴吧，滴滴不。你不要再咬我！快点，才艺表演时间，一二三，嘿，哇！一二三，哇！滴滴是吧，滴滴不。哎，娃娃国咒语不是不是是那个啊，那个神仙叫我吗？他叫神仙叫我。灰姑娘。对，灰姑娘。里面的那个，还是 B 滴滴吧，滴滴不啊？忘记了。滴滴滴吧，滴滴不，滴滴滴，不要吵！你真的很吵。没有没有，我有看到你阿公。嗯？别吵！装什么可爱？他每次被我念完之后，他就会去找妈妈讨拍。是不是一只很聪明的狗狗？你真是聪明的狗狗，别动，别动。别动。然后装乖。什么？今天没看到是你好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没看到的是你好吗？哪有？我有看到你啊。极星探追踪我，哎呦，是这样子的，不是吧？谢谢点的凤梨，我要生气了。哎呀，想看我现在的穿搭？今天没有穿什么特别的。我知道啊，我很聪明，好不好？哎呀，我没仔细看什么东西。哎呀，等一下啦，张弟弟，你不要再去吵啦，你把他带走。弟弟，我把你带走。什么？什么东西？等一下，等一下。Hello， 纹身你好。不要不要看孙雷，他是怪人。嗯，谢谢季风亮的小风车，什么东西啦？等一下，等一下。我很聪明啊，今天有腿腿可以看吗？在这里，看到了吧？我要抢这块，谢谢。带来表哥家吵，好啊，去啊！哎，你自己跑过去啊，就不送你了 ，BB。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我塞了什么东西？巴拉。你们都要吃的，超市。
谢很久的小风车。不要再养胖他了，拜托让他减肥。你要吗？你给我吃掉、哦！你给我吃掉、哦！哦，好嘛，乖。Hello， 午安。哦，很可爱呢。什么东西 ？Hello， 二三天佑的木头贴。啊你看，你又不要，舔了一口又不要，拜拜。Hello 二三，我看到啦。按错，开什么奖？哪有奖可以开啊？里面就没有东西。他要我开什么奖？等一下，借我看一下。哪有东西啊？没有新的东西啊！他为什么要叫我去？我怎么没有啦？等一下，笑嫌怪怪的，为什么要吃马、啊？有了，有了，有了。对，我知道，谢谢天佑，不听，乱叫一通。你是把你的名字后面加什么娃饼？强迫。摆明就是要你们刷我吗？没有啊，不吓一跳。海马？什么海马？什么海马 ？Hello， 修泽 ，Hello， 阿东。Hello， 柠檬，肥嘟嘟，啥？你们要吃芭乐吗？多吃芭乐有益健康。叮，吻我，嗨，再见。什么意思？这个可能为什么会是变成妈咪？对，Jimmy是什么意思？谢谢柠檬的凤梨，你不要吃了。每天早餐都要吃，你每天早餐吃芭乐，你很厉害耶！我没有办法坚持下去。Hello， 林雨田，林雨田是谁？这个是孙磊。还有个酸梅，苹果芭乐木瓜，为什么？为什么？对吧？它是酸梅对吧？咦，烤茄子！我知道你是谁了，好不好？谁啦？短短 ，Hello， 你好。雨田是便当店，什么梗呢、啊？卑鄙原之助，才不那个，才不会哎、欸！你会郭富嘞？我不知道。你每天都要吃那餐水果，为什么？有什么功用？哦，苹果可以变白，
芭乐可以变瘦，木瓜你们都知道对吧？是吗？二三。真的假的？依依吗？那念依依吗 ？Hello。段考考完了吗？还没有。好像是下礼拜吧。很会，我知道二三，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笑死！木瓜、苹果、凤梨、香蕉、芭乐，嗯，真的，我有吃凤梨。哦，谢谢秀贤的极速浪漫旅。有在最爱一段考，有啊，因为老师会提醒。干嘛？干嘛？你有看到吗？什么东西？啊、哦？那要后天还是今天？当然今天啊。哦。那我的莉莉克屋嘞？好的，还有腾腾，什么斩杀啦？谢谢空白的果汁 ，Hello 朱诺的枪，朱诺很帅呢，莉莉可恶，对啊，PK， 怎么了 ？PK 怎么了？有走音吗？我都听不出来。我在叫你呀、啊，我是在叫你，没错。大剑出来咯，等一下，先等。我怕我待会没有按到关。根本没在播，是不是？不是，他为什么这边？属谁？不是，等一下。哦，加了，呜、哦。为什么？干嘛？等一下吧。好。什么？为什么这边是写这样子？什么意思？所以到底是不是？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好像不是现在呢，你跟四岁，所以不要随便哦，我你怎么这样子玩人家？不是我想，怎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在哪边都可以看到？看到谁？阿罗富伟。他的威廉王子神推孙雷，独孤谁哦？常听跟唱哪些歌 ？Baby， 咻嘟嘟嘟嘟嘟嘟，没有，不是，常听跟唱哪些歌？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听到什么唱什么之类的那种。哎、欸，你们要不要看现场版的洗手舞？不要。我现在不是哪只蜜姐姐 ，OK？ Hello， 心灵。你们在干嘛？你们在聊什么 ？Hello， 据点。Hello， 阿公。不对，你写的不是文模哎、欸。我不素啦。林雷。哦，雨田呢？哦，
对耶，酷哦。我现在还台语担当什么？我现在我不是啊，我不是啊，谁是台语担当？西少武真的很看，我可能忘记了。姐姐，真的吗？谢谢，你们有没有学起来？什么歌？是我不知道，给他们当了，我不会跟他们抢台语担当的。孩子画担当什么意思？又要台当男子女姐姐？没有没有，唱台语歌好吗？别乱 Q 哎。当稳模就好，对对对，我当稳模就好。真的是哦。确实不能，他应该不会掉下来吧？为什么吃饭要有爱心？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就有了，就是分叉的爱心也是可以的。真的吗？玄米律师是谁？好。现在是这个歌吗？想看看后面的捕梦网，看得到吗？好了。米金玄师，那刚刚你知道他什么？很美吗？这个是背景布，虾皮上面有卖。哦，什么瑞婷背景？我不知道，我刚看选品律师啊。是我讲错吗？应该不是吧？不是吧 ？Hello， 秦虎，他叫米金玄师。对啊，可是刚刚前面有人打玄米律师，拔蜡去籽，是吗？不要去籽啊，籽才是最好吃的。什么东西？贼摇步，对啊，你看是阿公害的。谢谢，谢谢威廉王子的告白气球。怎么念？学名都是你啦，不要乱讲呢。他的天佑，女生有吃纸之多，可是纸其实很胖。但是杜克，杜克 ，Hello，Hello， 杜克 ，Hello， 杜克，什么？黑雷，你们到底在讲啥？玄米茶，嗯，怎么那么多杜克？等一下，东森岛上浪漫杜克跟北台湾浪漫杜克，什么意思？黑雷口香糖是什么？不是飞雷吗？等一下，我搞混了啦！你们可以先改回来再改回去吗？
不要理那么你超坏，什么意思？哎，比弗赖伊 ，Hello， 因为雷哥胖的杜克比并不，我不懂，都这样叫你，叫你杜克，叫你北台湾浪漫杜克，反正我很，你们都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影片。我只知道 baby 原之主就好了，都就是他们相爱了。谢谢易凯的果汁 ，Hello 小叶，恭喜！你的名字很正常，对对对，你的名字很正常。什么是量子纠缠的法？有人可以解释一下现在在干嘛吗？一下就听到有趣的，非必然之助都是很虔诚的。有人可以不要带坏小朋友吗？小朋友，飞雷口香糖，飞雷口香糖，哈，很难解释。刚刚看杜克讲的，介于轩丁格之间，什么意思啦？好哦，拜拜。什么意思？我不懂啦。谁可以统整一下现在所有的东西，然后 tell me， 完全进入不了你们的话题。浪漫杜克小技巧，教你转型脱单，让女生对你感兴趣。我是姐姐，没有，只有那天而已。他说他来看直播没丢礼物 ，baby， 好哦。什么意思？所以嘞，然后嘞，接下来呢？谢谢妈妈补充。所以杜克是谁？这个杜克是谁？这个杜克是谁？东升岛上浪漫杜克是谁？他有黄勾勾哎，是谁呢？博婷？啊？好像不是。是吗？哎，动物声友会，天哪，什么啦？杜克大学，乌安平古堡，哦，哦，好哦，哦，你是乌安，改名后还认不认？卑鄙红蜘蛛是怎样？谢谢威廉王子的玫瑰。哎呀，很无聊哎，你们赶快啦，跟我聊天啦。然后那个影片在干嘛？在把妹。跳过浪啊？什么？跳过暧昧的浪漫公式，原来告白前做这件事。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看奇奇怪怪的影片。聊天呢、啊、天，今天天气很好，今天天气不好，好像有下雨吧。教大家恋爱但会失败，我看
凯琳巴琴被我埋在深处。哪有，明明就在抽屉里。啊，是吗？你在跳过什么东西啦？没有啊，越下雨越冷的。他的城埋什么？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他有多久？好，两分半。你不改名了，这么蠢？不会啊。经过浪漫 Duke 一个礼拜的精心策划，乐咖会约他喜欢的女生来执行浪漫 Duke 教他的绝对经典不败浪漫告白公式。记得订阅、分享还有追踪我的 channel。欸、他们在牵手哎、欸，那、啊、你们怎么在牵手啊？哦，没有啦，就是等待的时间就是等，我等不及了嘛，所以我就先赖跟他告白，然后没有到就成功了。要当传家宝没有？哈喽，谢谢建谷的小风车。希腊，你不是一直？你懂什么是浪漫吗？啊，你懂什么是浪漫吗？你用赖跟他告白，你这样有浪漫吗？你们这是新兴人类，只用这种通讯软体，面对面 face to face， 懂不懂？你懂浪漫吗？你懂浪漫吗？你觉得这样有浪漫吗？什么意思？好无聊啊！你们看的影片很无聊哎、欸。没有火花嘛？你们这样跟两块木头差在哪？那怎么办嘛？你重新给我告白。好，你单膝下跪。什么东西啦？什么又有西西？西西也那样说，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要那个啦。原本没有火花的情侣，他们要那个放弃国籍的啦。但不要小看这个火花，星星不可以啊。就是反正我，好哦，好哦。没有什么感想，不知道要说什么，怎么办？我弹琴呢，弹什么？想要放弃国籍，不可以。什么 man？ 那是什么东西？一曲乌鸦，对啊，你为你的朋友的行径道歉，你朋友是谁？握手会要用这招跟姐姐，姐姐可能不会理你。哎、欸，很嚣张嘞！哎呀！必须是干的，必须去修理他。奇怪的，对，我真是诚实啊。以我对姐姐的了解，她可能不会理你。好，不要走 ，Sparky，Hello 青苹果，Hello 大脚丽莎。好、哦，孙磊出口在那，黄秘书，我觉得他会听不懂，对，所以他才不会理你啊，就是因为听不懂，然后就会一群乌鸦，我要在旁边配音啊啊，啊，一切的剧情都想好了，我只要看到孙磊去拍了姐姐那一脸，我就要准备去啊。啊是吧对大家在旁边一起啊啊我来哦哦谢谢 Sparky 的啊啊啊很棒的图呢真是符合现在的情境好好笑！我的声音真的很结，很结。
雨林宝宝能分辨诗源跟诗雅跟诗源，可以啊，我现在可以分辨了，现在很容易分辨，不会被骗。我觉得他们会认不出来，是因为无预警的，就是不会多想吧。但我说不定会偷看，谁要来整我，可以啊。我觉得蛮好玩的，所以我以前也被骗过，没有被骗过，他们不会骗我，是我自己认不出来，就是最刚开始台演的时候，就是。都只叫他们姐姐，然后两个姐姐就会回头，然后我再跑去找我要找的那个姐姐，这样懂吗？怎么会分辨不出来？他们的眼神、发型，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我想看孙雷模仿。阿布跟林杰很好分，好吗？阿贝桑跟林杰很好分，好吗？嗯，声音也不一样，他们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会模仿雨林说话，真的？说来听听。今天到几点？不知道哎，贝贝，叫，在哪里？什么东西啦？什么宝宝币 ？Hello 九九七七。拍照感觉就有差，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好分，可是我妈咪也分不出来。我妈咪那时候看了那个影片，不是看的是那个诗源 PO 的他们两个一起照的那个照片，然后他就指着诗源跟我说这是诗雅，我说不是，那是诗源，然后再滑下一张，这是诗源，他说不是，这是诗雅。因为老花眼的关系，好吗？我大学生，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会模仿我们说话？是有两种，是吗？什么意思？笑得很开心，嗯。学麻油叫雷哥的方法，什么？我好想听啊！姐姐的反应，声音有点高，不好模仿。啦啦啦！干爹没来，对啊，干爹没来。干爹现在就来串场一下了。建伟跟孙雷一样的等级了，什么意思？他还在呢，那我没办法，他要在那里。雷哥，哎，好像有画面呢。Hello， 好好笑。那我比较想知道马友会怎么叫大姐。什么意思？雨林爱我吗？爱你哟。妈妈爱你吗？不爱你。爱爱爱，都爱都爱。他爱我。
伯廷的名字后面什么时候要放娃娃兵？Love you。孙雷哥哥，孙雷哥哥，放放放，快放快放，快放快放，嗯，快放快放，原来现在是牙医，别的小孩，好哦。爱死你们！什么大鹏厂？没有，没有，没有！你要放我的娃娃兵呐、啊？放娃娃兵头？嗯，不是啦，大姐，没有跟你整话啦，我没有跟你说话哎、欸。你们怎么那么叛逆？都不要放了，哼，都不准放哦！加娃娃兵有什么奖励？一个 kiss。那可是不行，什么瞬间帅？哦，这样算有吗？算算算，也可以，也可以。我挺棒，加耶二三耶哇耶，没关系，谢谢你不用，谢谢我知道耶，头贴都换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啦？那我这个，耶！我不还你，我不还你什么？什么东西？不要轻的，差点中风。不是我那个，不是我，我要坚决否认。太可怕了，还好没有没有大剑的那张那么可怕。不要，没有没有，我没有跟你们讲要换风图好吗？的浪漫，好哦，好哦，二三。什么撤掉娃娃兵？不用不用不用，大姐不需要不需要，谢谢。小 case， 好哦。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东东？所以我懂恋爱吗？八岁懂什么恋爱？我怎么知道？我爱你们呢，好晃，嗯，阿公你要去哪？欧三，加速。你知道那娃娃兵的图有两个吗？一个有长胡子，一个没有长胡子。真的？嗯。舍不得你，没有没有这件事情。
你可以先去洗完澡再过来。耶，二三，我也爱你。等一下，看不到。什么阿杰跟雨晴吃晚餐？嘿，Hello， 浪漫途径，哎，另类走开，好好笑。一直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好不要闹！哦哦哦！我敲到我的莉莉可恶了！啊！吓死我了！你看，我以为是我敲的。就跟你讲那个，笑死！我的莉莉可恶，它破了一个洞，破了一个洞。但还好，应该没有什么差啊，没有。对，莉莉可恶，谢谢谢谢威廉王子，这个你的心，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你的心破了一个洞吗？你是甜甜圈吗？你手机荡了。是我的错吗？不是我，才不是我用的，是我。你能量的来源在哪？你累了吗？来一瓶张雨林，咕噜咕噜咕。打成字啊，有点恶心。不耶，不是。那个冻住了一个人。好笑哦，谢谢。你买呀、啊？什么歌？莉莉可恶啊！这首歌叫《莉莉可恶》。嗯。有些小女人，喂，我才不是小女人。大家要笑我。叫无可理喻，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不要夸他，他会得喂。我是小女孩，我是小孩子。他为什么不好好唱歌？我跟你昨天的，哎，什么意思？我可爱太多了，是吧？最近有跟妈妈做的没有？小孩子不会的，不是啊，他就是这样唱歌，这样子就怪怪的。我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你肚子好不？好不？喂，我的脸要变成这样，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好，然后
这样夹起来。这不是我的口头禅，是因为今天有太多只能回哦好哦的事了。早安午安晚安 Hello 午安，什么这什么约定什么圆脸比较好吗？真的假的？模仿你学弟国术没有啊？你看这脸就变小了，其实还好，这里只有一点。有人不是可以这样子打开，然后就超宽吗？我的刘海要塌掉。我的脸很大吗？不然就不是很大主意。好哦，然后又要在那边讲说我圆，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喂，小贤，不要把你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OK？ 真心觉得脸不大，真的吗？谢谢修泽。没有，没有拿朱敏姐姐了。什么意思？因为没有小时档，所以就没有拿朱敏姐。跟完再洗好了，哈？结果你还没去洗澡。Hello， 龙骑士。Bibi， 你叫你朋友不要一直在那个屋顶天花板上面跑来跑去好不好，有点讨厌。改什么？有啊，刚刚不是有人说吗？有吗？浓眉，博婷要减肥啊？为什么要减肥啊？握手会还很久哎、欸，爱吗？可爱吗？谢谢。我要故意那个西兰吗？没有了，开玩笑，没有。对啊，不用减肥啦，没关系的。喂，姐是谁？没有，这不是妈妈的那首歌。什么意思？孝贤在说什么？才没有，你都 diss 妈妈，臭西兰。哎、欸，什么意思，大姐？哦，哦，对，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Yes，Sparky 也改了。才能放得下头。为什么那么像阿姐？有吗？为什么臭西兰会被打骂？可是博婷，握手会还有很久哎。谢谢加速的宝箱。
减肥，大家干嘛减肥？我觉得减肥很难。到时候穿裙子不好看。牧师？什么？是牧师哦。哦，因为你买冲浪，不能说你丑，什么意思？有比我可爱吗？哦，好可爱，他是谁呀？蛮可爱的耶。哦，我听懂了，我听懂西兰在讲什么，可是你还是丑西兰。哦，博婷，加油！是不是要办两张？什么东西？杰克的头贴是小蓝哦。哦。哇诶，你啊？小海的好哦。你的娃娃兵吗？棒棒的。那无法，为什么？为什么？想看，想看。那我扮男装，可是我不会戴假发吗？你住国外呀？英国吗？哟。田中，你笑我？啊？真的？这颗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已经放弃它了。那个，哎，这首歌是之前、那个、谢谢大剑的宝箱什么？之前那个公野蛮王妃那时候第一次播的时候的主题曲，是。嗯，你看，要大脸蛋，眼睛占满荧幕。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哎，你看眼屎有没有弄掉 ？Baby 放屁。没有眼屎啦，不要再看我的鼻孔。是谁叫我把眼睛占满的？ Hello 社长，什么？我不会放屁，因为我是雨林。我不会放屁。他不会在直播的时候。哎，虚了，安静哦。都是 BB 放的，你很烦呢、欸。看到重点 BB 很可爱，他放完之后还要自己闻一闻。我才不会。好呀。吼吼吼！明明是屁孩，怎么可能不会放屁？就是不会放屁。好棒的，我的眼镜很漂亮，谢谢。国术啊，好呀，才不是，一切的屁都是 BB 的屁，嘿丢，就是这样。想看电影呢，妈妈，我们晚上要不要来看电影？可是你明天要上学。我会啊。哦吼！哎，大姐，你好好说话。看
看你热腾腾，原来是国术盖的喂，好哎、欸，胡须张美，真的是 BB 啦。我昨天在看那个呢，日本的节目，就是像密室逃脱那样子的节目，可是是比较可怕的。它就叫密室逃脱吗？你没有看过吗？胡须章蛮有梗，大家都画胡须章。密室逃脱真的，你去玩的是哪里的？我想去玩呢、欸。可是目前还没有吧，因为密室逃脱我想要拍，可是密室逃脱不能拍，不是吗？所以就还没有去。不是啦，我是说看的啦，一个节目，日本的节目叫密室逃脱吧，难找，真的好想去玩哦。我每次都跟口哈鲁约好，然后就说啊，我们去玩密室逃脱，好啊；我们去哪里玩，好啊；我们去花莲玩，好啊。然后都没有去，都没有去。你太笨，不会吧 ？Sparky 感觉很聪明呢。走啊，玩啊 ，Hello Plus， 可以看纸人。哈，我记得那个节目之前也会有前辈去上。什么小明不是，好啊，等于收到，好吧，时间到了还迫不得已，真的假的，傻眼。更要想办法去一下，好啊，去啊。到底是怎样，是漏水还是什么，真的是那个吗？去玩的都是猪队哦，可能是哦，大姐，不是啦。还记得你几岁吗？忘记了，80岁。你不是阿公吗？可能是80岁。根本不会想逃，开个那个粉丝。一起去玩密室逃脱好像蛮好玩的。还有居民拜拜 good night。 应该是哎、欸、傻眼哦，傻眼的威廉王子。没有哎、欸、孙雷不可以自己选择。傻眼奶啦，你92岁、啊、真的哦。解开谜题但它太大了，害我噗嗤笑出来，我在笑啦，好好笑。请不要在我嘟嘴的时候讲笑话好吗，会像刚刚那样子噗出来好吗，害我以为你破功了。没有，走开。哈哈，好好笑！跟雨林才没有跟我一样，谁跟你们？才没有！我可以不是好不好？为什么变这样？我怎么知道？哎，你们有看到张雨林吗？哦，那啦什么？突然听到爆米的声音，因为我在笑，我刚刚这样嘟嘴，然后就我就听到他讲的那个，然后我就笑了，然后这样，懂吗？有啊，是你没有看到，好吧？有了，我现在看到了。嘟气不是啦，哎呀，都是妈咪啦。Hello， 亚麻路布。没有。
你们不要以讹传讹好吗？是这样讲的吗？二三也 diss 你了，什么意思？下次见到孙磊，请他吃土豆，这是什么梗？没有啦！啊！想看洗手舞吗？礼物冲起来！现在17名哎，不行吧？庆忌，土豆等于庆忌。以讹传讹，矮讹，不是很会的是吗？真的吗？才不是，是不是？不是啦！啊，不要理你们了。哈喽8765加手，你没有，你从不 diss 的，你都 disco， 普通的 disco， 才不是。突然大声都是要什么？不是啦，不是啦，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还打个吗？我会啊，可是我不会放屁。你们为什么要强迫一个小偶像承认他自己会放屁呢？还不是你说的！啊！Hello， 小姨，妈妈是最大功臣，是不是？每次 diss 我都是妈妈先开始。粉红色的，拍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哦，好哦。我看到了啊，吓死我了。这时候居然只有一个人开，所以你们还不冲吗？可能连假大家都出去玩吧。你们有出去玩吗？谢谢大剑的康乃馨哦，谢谢西兰的带你去流浪，西兰的头贴是那个奈乐呢，好可爱哟、哦！为了我直播都没出去，真的假的？你为了我直播？你可以出去看我的直播啊，出去玩就看不到我吗？除了必要没离开床过，我喜欢这样子的假日，我也喜欢待在床上。我差不多有达成这个成就，这个周末，对，谢谢西兰，谢谢加速。还有为了什么？为了面，
什么难怪看起来圆了 ？Hello， 你赶快去洗澡好吗？我要赶你去洗澡。什么洗澡都在床上洗？没有啦。你以为我是植物人吗？我还是会动的好吗？动。谢谢晨晨的玫瑰哦，第十名了，哇！对啊，连家结束了。你还不洗澡的？谢谢孝贤，要有红包出现才会跳舞哦，不然就不跳了。谢谢点的香蕉，香蕉香蕉，我是一只香蕉。香蕉了。谢谢孝贤的红包，谢谢大家的玫瑰。谢谢西兰，香蕉香蕉，我是一只香蕉。然后嘞？是 Mina 哦，是 Mina 的歌、哦。不是小晴吗？还是什么？如果是康乃馨的话，就改叫玉林妈妈。没有这件事哦。不要。仓鼠小晴的歌哦。的香萧煌奇的香蕉歌。香蕉。不知道为什么想唱这首歌。谢谢二三的狗子。哦，第十名，第十名。哎，不是康乃馨 ，yes， 你不用叫我妈妈。谢谢大剑的宝箱。谢谢点的小风车 ，Hello DJ One，Hello 空空，谢谢小贤，谢谢小明，谢谢大家哦。幸好我对，幸好我还是你表妹，哈哈哈哈。谢谢大家，哇！加油加油！谢谢，谢谢 Sparky， 谢谢点，谢谢西兰，哇！谢谢西兰，哇！谢谢 Sparky， 拜拜。谢谢，还没想到，浪花全洒了，洒花。谢谢点 ，Hello Martin，Hello Joe Care， 你的好运都用来运见哦，没关系，有了有了，应该有了吧。Hello 原野 ，Hello 霍去病，有啦！耶耶！我可以不要站起来吗？人家你要问，你要问大家的意见哦。啊！看着我的腿腿推了腿推，腿看着我的腿推了。啊 ！Hello 大家。这个先给你，走开了。谁有敏感性牙齿啊？耶！谢谢大家的玫瑰。对对。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林，今年16岁，
是 Team TP 的吻魔担当。现在要宣传什么活动？我们高不对，高什么啊？我们呢也现在有代言一个游戏，叫做少女咖啡枪，然后叫什么宣传我还没想好呢，等一下好不好？你是什么角色？然后我是里面的哥奈利亚，大家可以先去先去预约那个游戏，就是游戏4月16号会上架，但大家可以先去预约，懂吗？有抽奖哦，然后去留言，去那个少女咖啡枪的官方 FB， 对，然后去底下留言说我爱张雨林也爱甘奈利亚，就可以抽奖，就这样。谢谢大家，等下宣传格兰尼，要宣传高奈利，高奈利亚好吗？还是叫奈乐比较顺？对，可以先去预约这个游戏，蛮好玩的。不爱其他的奖可以抽，不行呐。谢谢宝屋，没预约，快去预约啊！不会，不会有人填那个号码。没有填我，那我要怎么跳？你要怎么填？我要怎么跳？我要去哪里跳？可是那里会照到其他东西。等一下，还在我的嘴堆了。对，我是爆破手，我是三无，简称面瘫吗？不要这样子说人家。Hello， 你要干嘛？脸变小了。嗯。也爱跑，喂，不要乱叫。现实也是爆破手，有吗？我是利落少女，懂吗？现实是破坏手，才不是。好了啦，这样就好了啦，算了。可是这样子拍得到吗？等我一下好吗？你害我没有抢到红包。是我害的，大健，我要自首，乌克丽丽是我弄坏的。嗨，啊？怎么？可是他还是比较矮。是这首吗？等一下，是那个图。我知道，可是他这边有一个。不行啊，拍不到呢。对，就是他。嗯，这样可以吗？阿公为什么把你弄坏？不可以把你弄坏。Hello， 可是这样看不到我。等一下，我先不充电。右腿子，哎，你们很奇怪。在哪？那个毛巾拿掉了。在哪？这样子。可是我没穿鞋子。我可以穿拖鞋吗？等下我去帮你拿那个。还是不要吧。什么？你的荧幕上有空？等一下啦。干嘛？手机掉了！啊哈！坏掉了怎么办？没有坏掉，可是它倒了。
的，没事的。真的。哦。等一下啦。他怎么会知道？你路上事故。因为地是斜的。是吗？嗯。哇塞，你要这样穿给人家看的。我才穿袜子。了不起呢。你快点给我。要怎么样？烦呢、欸。好了好了。要我帮你拿着吗？不要。这个场景很丑哎、欸！你看我的头发卷卷的。还会睡着？不会不会，等一下等一下。你赶快播啦！好害羞哎、欸。跟着唱啊！啊！哈哈，忘记了。我跳错了啦！再次，对不起大家。播这个音乐。
要跳几次啊？等一下啦，最后是什么？对不起哦，再一次，再一次。好啦 ，BB 说你真的很笨哎，跳错。最后的啊，是这个。好啊，再一次，最后一次。哼。来，BB 来，他会跳好的啦。我在爱你们了，啊！耶！耶！怎么有叉叉可以按吗？不可以按叉叉了。耶！干嘛干嘛？什么事？你干嘛叫我？什么树？BB要跳吗？BB 跳好了。BB 一定会跳，干嘛？哦，他朝我脸吐气。BB， 你要跳吗？你再播一次音。BB 跳给你看，没有跳完整哈，我也觉得。怎么办？那我下次再跳。那个拜拜不是我本人说的耶，啊，那再跳一次，最后一次，嗯，哈，那怎么办？为什么变绿色？绿色是什么？凭什么没有转成怎么办？变绿色是那个，跳两小时是怎样？是那个什么？守护衣，嘿嘿，哎呦，怎么办嘛？你的蓝底，练到一 Q 就要跳，好啊，那再一次，最后一次，等一下，我先自我介绍一次，再跳一次，伸出一个，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今年16岁，是 Team TP 的稳模担当。我们就代言一个游戏，一个手游，是叫《少女咖啡枪》，大家可以先去预约，然后4月16号就会开放下载了，然后大家要去那个少女咖啡枪的脸书粉丝专页去留言写说我爱张雨霖也爱高奈莉亚，就可以抽奖。对，祝大家抽到大奖。不行，这个介绍我没有顺过哎。好好好，再跳一次。你要再看一次吗？好吧。这样真的不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好呀。哈，也爱高小男，嗯。我干嘛从头看啊？搞笑你。谢谢嘉阳的草莓。
关系，去抽奖就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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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一点哦。好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要从大家好开始啊、哦！哈，什么东西？为什么加码？我刚刚讲什么？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那智米姐姐，今天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跳洗手舞吧，来了。哈，你要好好的讲啊。好，讲完了吗？我讲完了。没有，跟 BB 说不行哈。好呀，你好吵哦。好，你看他们回好哦啊，好吗？再来一次，然后，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那智米姐姐，今天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跳洗手舞吧，来喽！耶、yeah. ！好，我们来念榜吧，不要吵，我们来念榜吧。对啊，碰碰胡，鸽子很好。哎 ，BB 不可以这样子啊！狂二狙，你们前面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Oh no！ 你要把刚刚的影片啊，叫他去看我的影片就好了，不用看这次的。什么鸽子是不是被我踩扁了？什么意思？对，麻烦去冲一下那个观看次数，5000了，现在好像。他今天有贴了通知说5000了。怎么被考了？谁啦？谢谢，冲一下鸽子。没有这只舞。向前为什么冲你这边开始歪掉？嘿嘿嘿。好。BB， 我要给你戴口罩了。BB。BB 来握手 ，BB，
B B 握手，握手，快点，握手，握手，握手。哦，另外一只，另外一只。Hello， 握手，握手。哎、欸，你没有握到啦。好呀，舞蹈，对，舞蹈是我自己想，我自己编的，很棒吧？睡一直忘记。如果是学的话，我就会记得了。过来。对啊，他完全在自己的世界。今天的榜，来。哦，我你要自己看的。好啊。因为我要弄我儿子。哦。来见榜喽。你看那边。什么意思？不用看这个，我要排排啦。今天是这样子的。谢谢你。好，开始喽。第一名是孝贤，谢谢孝贤。等一下，还没有。亲亲嘟嘟宝贝，超爱你不累不累，每一天。阿公晚安。的爱晚安。好，第二名是西兰，谢谢西兰。第三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 第四名是加速，谢谢加速，谢谢西兰。等我一下，一个歪屁股别乱掰。我刚刚念到几了？加速。第五名是小兰，谢谢小兰。把握未来。第六名是天佑，谢谢天佑。妈咪，我需要笔。等等呢、哦？大健，为什么自己改歌词？第七名是勋，谢谢勋。我知道啊，我要写新的。啊？写谁？写威廉王子啊。威廉王子是谁？你先加恢复员。威廉王子本来有吗？你问他是谁啊？威廉王子，你是谁？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跑掉啊？威廉王子是谁？问一下林雷啊。大家。哦，是田中啊。我真的不知道。啊，前面有讲过呢。差一点就要写威廉王子了。你别耍无赖。我也想看米酒的女儿。好，我们先继续。第八名是点，谢谢点。田中你在哪里 ？Every day， 累不累？每一天给你的爱是一千倍，咕咕宝贝。好哦，下次有南部的活动的话。好，什么？第
第九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十名是保罗，谢谢保罗。是威廉王子，谢谢威廉王子。第十二名是燕子，谢谢燕子。第十三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十四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 第十五名是沙优，谢谢沙优。哇，第十六名，哇，是谁？第十六名是大健，谢谢大健。大健在哪里？等我，我找一下大件。没有大件了。有啦。有啊。有啊。在这里。大件在这里。谢谢大件。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明天四月六号是谁的生日啊？大健有你，怎么会没有你呢？我有说有你啊。陈思雅，不是陈思雅。我有，我说有。不要不要去猜，一个真的真的真的爱。为什么粉红色都在两旁边？无奈无怀，时间匆匆耗费。Hello。截图时间，洗手。棒棒吗？这里好吗？好吗？好了，耶！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我怎么变美？好了，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小朋友要说晚安咯。好了，哈，你要去吃饭了，现在吃什么？咸酥鸡。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哇哇哇哇哇哇哇。Spunky 要上班了，嗯，对。Spunky 要上班了。晚安大家。开车。晚安。好。
唱我们互道一声晚安。我会唱的。